大家好，我是阿芳啊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张金黄色系的收纳柜，它的材质是越南黄花梨全老料，四平八稳的一张柜子，尺寸长度86，宽度30，高度1.1米。柜子的顶板啊，我们采用的是一张三分纹的独板老料进行镶嵌，黄金底，花纹非常绚丽。边框抹头腿足做重脚损结构，且抹头做出头损。整张柜子的款式为博古架样式，步步高的结构寓意非常好。层板都是自带虎皮纹，而且所有用料大家能看到黄花梨老料大开门的麦穗纹，经典的一个特征，层板都是带有虎皮纹，用料呢是非常干净明明白白的。通过我们3000目金膜能看到所有毛孔全部都是开放的，像这个老料带水波纹的车珠子都是非常漂亮的。收纳柜的正面啊，柜门板是做了厚度为0.3公分纯手工雕刻的双龙戏珠图案，有着美好吉祥祥瑞的寓意。柜子的上下我们做了两个结构，上柜为主体，下底座为载体做承重功能。同样底座也是做了边框、束腰、牙板还有马蹄足，是吧，所有起线的工艺线条都是非常漂亮，包括花纹也是非常精美的。它的侧面啊，用料也是非常的足，一整块三分纹虎皮纹通板下去，这么一块独板老料作为侧板是不是过于奢侈了？大家能看到酱香黄糖老料开门的特征，经典的麦穗纹，整块老料全品无瑕疵，干干净净，一览无余。那么这样一张精品的越南黄花梨老料的收纳柜，你喜欢吗？